范玮琪今天以四位只穿着游泳裤的男模一同出席2006台湾男模大赛的宣传活动。范范说，主办单位实在是对他太好了，安排四位型男给他。虽然他前天在金曲奖中没有得奖，但是今天能与四位型男一起出席这个活动，算是给他的福利，让他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。当他与四位型男在喷泉池里媒体拍照时，他还直呼会害羞呢。我感觉好像要泡汤了。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好。来，这里。好，来，五位四先一起中间。来，先看一下中间。范范这边。来，范范右边，右边。来，来这边。来，右手边。范范疼的抱起来。好，不要了，我不敢了，我害羞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不要来看我。好，来，范范这边。来，右边，右边。来，看面向面好。后面，好，后面。慢慢加，对。来，中间下面。来，这里，这里。来，下面。来来，玩一下，玩一下。来，慢慢往中间这边坐。对。啊，看起来就不会肥胖。来，往右一点哦。对，我真的不会，你会怎样？快坡，哎，慢慢坡，中间往中间坡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右边点点。偷看好几眼。来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下，快点拍个屏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单眼皮的啦，嗯，这两个单眼皮，你们两个双眼皮，双眼皮先淘汰了，单眼皮，单眼皮，两个都不错哎，怎么办？身材嘞。身材哦，摸一下了，摸一下了。我不敢，虽然我还蛮想那个摸摸看，那个就是你知道，胸毛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可以吗？不行了，我们不要这样对他，他是那个台湾区那 number one 的那个就是候选人。反正 anyway 啦，2006年的那个超级男模大赛真的是，应该要去参加一下，对。媒体起哄让范范摸一下男模的胸部，范范说从来没有摸过有胸毛的男生，并且表现得十分害羞和尴尬。当被媒体问到四位男模与黑人的身材谁比较好时，范玮琪说黑人的身材比较偏壮硕，但这四位比较有看头一点。黑人的身材好像没有，黑人比较偏那个就是壮硕chubby 啊，他比较稍微他们比较啃一点。所以他穿泳裤的样子迷人吗？你说黑人哦，他是海军的，以前教育班长。他没有。你要不要建议他穿一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塞，我从来没有那么热过，到时候等一下。金曲奖刚刚结束，大小报章杂志都在评论星光大道上的明星穿着，而范范被评为最漂亮的女艺人之一，让她十分感动，心情大亮。而当晚和男友黑人一起走星光大道，这种情形会不会让她感觉像是结婚一样在走红地毯呢？来这边算结婚的红地毯哦。没有，因为很紧张。我觉得她，我其实心情还蛮紧张，走那个红地毯，因为我很害怕我的那个鞋子会把衣服踩到啊，或什么。你也知道我是很容易出糗的。然后，但是因为他在我旁边，他牵着我，我就感觉比较有安全感吧。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他的。